已经答应大家很久即将推出的新专辑，但是我发现可能自己还是需要更多的时间，所以这次的演唱会呢，其实我觉得能够跟你们一起分享，不管是支持我这么多年的粉丝，其实我不喜欢用粉丝这个词，因为我觉得比较像是支持我的朋友。Like, when you've fallen down, you just get up again. Are we good now?自己发誓，温度当时没。